不是吧？喂，那跟考完试啊，找个人聊天都不行，连你都不理我，好凄凉啊！最近还没穿过呢，会不会老气了点啊？还是穿牛仔裤吧。喂，夏丽雅是我。方便说话吗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要谢谢你转给我那笔钱。我会尽快还你的。好，那我不打扰你了。就这样哦，晚安。喂，喂，Kenny，是我，在干嘛？没什么，只是想要找你聊聊天啊。是吗？在忙啊？那你忙吧，有空记得打给我。拜拜。老婆，干嘛呢？
哎，干嘛呢？怎么了？为什么删掉短信啊？什么短信呢？还没问你干嘛偷看我信息呢。我偷看？究竟是谁在偷啊？你这么说什么意思啊？有什么不满意的你说明白了。Amanda 是谁？ Amanda 哪个 Amanda？ 哦，嗨，就一朋友。怎么了？拎 A 加都得啊！我发现跟你在一起久了，我粤语的听力越来越好了。来谈咩啊？哦，暑假不想回国，想找 part time 做一做。哎呀，你真系勤力啊！我啊，月尾仲谂住翻中国添啊！考试考得好吗？还不错啊，你呢？考得好吗？还好。咦，对了，考试都考完了，怎么不见你去找你偶像啊？谁是我偶像？啊，你自己心里知道的，非要我说出来。谁呀？谁是你偶像啊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快说快说。啊，你们说 Max 啊？嗯，他才不是我偶像呢，你们搞错了吧？我眼光没那么差。嗯，我先走了。嗯，拜拜。亲爱的，在哪呢？学校。你去学校干嘛？我们都考完大吉了呀。我吃饭。行啊，你要去哪吃？我呀，那吃韩国菜吧，行不行啊？我挺馋韩国菜的。好啊。OK， 那我等下去接你呗。嗯。哎呦，行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不打扮，好吧，我很快到，嗯，好，等下见啊，嗯，拜拜。不打扮怎么见人啊？喂，哎 ，Edison。怎么会是你打电话？拜托，你老人家八百年没找过我了。唱歌啊？嗯，什么时候？
周五，看看咯，我要有时间就去呗。嗯。哎呦，好啦，我都说尽量了吗？你也知道你姐姐我很忙的。好啦 ，OK OK， 我还有约会啊，我不跟你说了。嗯，拜拜。喂，谁啊？喂，谁啊？妈妈，挺好的，都考完试了。嗯，还行吧，没什么难的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知道了啊。我还有急事，我要出去，我改天再给你打吧。哦，那我挂了，嗯，拜拜。出去玩啊，美女，有什么活动？喂，哎，妈，我在家呢。嗯，没出去，刚考完。嗯，还好，成绩刚下来，都过了，终于毕业了。嗯，工作暂时还没什么面试的机会，不过放心了，希望还是挺大的，因为现在大学毕业有半年的工作签证嘛，这半年不就是给你找工作的吗？所以也不是那么着急了。嗯，放心，我知道，我一定会抓紧的。工作机会还是挺多的，
还得继续找。总会找合适的，嗯，放心。对了，你们身体还好吧？我挺好的。夏天吗？不过夜里有点凉咯，没有太阳就挺冷的。我知道。会多穿衣服了。爸爸呢？最近公司挺忙吧？叫他多保重身体。我改天再和他聊。放心，我待会儿给爷爷奶奶打。你自己要多保重身体。好，改天再给你们电话。拜拜。
你有事吗？你有事可以先走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，我们继续吧。下次我再跟，就这样吧。孩子的妈还在上课吧，这城市放着全部陪着寂寞的圣诞歌曲，还记得吗？那年月亮弯弯下发酵的爱情浓浓的甜蜜，你用长了茧的手说还好，害羞的吻，孩子的眉毛会否和我一样想到这样，疲惫的夜转眼又清晨。我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好了。OK， 行，没问题。